Why's it gotta be so complicated? Maybe this love thing's overrated. My feet in the sand, my face in my hands. I know it's my fault cause I never make plans. And now you're telling me you love me, but you don't even know me. I'm down to hang, but if you fall in love slow.现在要从这个被子里面出去有多么的困难吗？3、2、1。Does he watch scary movies or they give him bad dreams? Would he dress like the Grinch to go trick or treat? Do you think that Santa celebrates Halloween? 我前几天去买了这个，这是 Wake Make 的 Winter Glow。Foundation， 看到我的一个韩国朋友，然后我就说你的底妆真的太漂亮了，我就问他是用什么，他就说是 Wake Make 的粉底液。我去到 Olivia， 我就是看到这个包装的，所以我就买了，目前还在试用中啊。Oh my god， Did you get？ 我们现在先让上，哇，外面的乌鸦是怎样？你没有听到吗？他跟你们对话哦，你跟女朋友吵架哦。回我哎、欸！大家有看出来我最近对于我的刘海的努力吗？虽然说韩国一直都游客很多，但是我最近突然觉得首尔的游客变得超级多。但我后来滑手机滑一滑，发现。不好意思，小丑是我。我才发现很多人这个时候来韩国是为了要什么？看银杏。对，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就是 po 文，然后那个银杏真的是超漂亮。然后最近首尔的天气已经就是慢慢的到负数了。你没有看出来我脸上洋溢的笑容吗？首尔是我第一个住的会下雪的城市。讲到准备迎接冬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入手的来自法国的一个品牌，叫做 Egla， 他们家的这个 T-Kit 的多功能外套。然后这个配色有没有让你想到什么？机场快线有没有？因为我发现他们家其实很多衣服跟鞋子的设计，我自己都蛮喜欢，有那种够率性、够 functional， 但也够 fashionable 的感觉。我先穿给大家看好了。这个 T-Kit 很特别，是它里面的这个拉链设计成可以把外面的防水外套跟一些像这样子保暖的内衬可以自由的做搭配。譬如说你今天要去露营，那早晚的温差很大，你就可以白天单穿这个防风外套，晚上呢再把这个内里把它装上去。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要去的地方跟当地的天气做搭配。如果天气很冷的话，你们里面可以选那种抓毛内衬，如果像现在就是会打风雨点冷的话，可以选择这种羽绒的内衬加上外面这个 MTD 的防水外套就可以了，尤其在温差大的地方特别好用。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 outfit 好不好？你们有想看吗？我就是要给你们看，不好意思哦，让你们要在厨房看我。上衣是一件短版的灰色毛衣，下面搭配一件深灰色的牛仔长裙。鞋子的部分也是 Egla 他们家很经典的天然橡胶靴，好好看，搭配一个他们的包包。现在在新村站，然后在等 Charlotte 过来。我们今天呢打算去首尔岭，就是 Seoul Forest 看银杏。然后像首尔他们地铁里面其实可以很闷的，所以像我就把这个内衬先拿出来放在手上，不然会热死。Hello， 我有金头发，金头发我摸一下。哇，我憨呆了。你现在你弄了头发之后变得好乖哦。那个我现在变得好乖，就以前很坏。然后现在很乖，我想做到的事做到了，我好坏。要走楼梯了，这个是要看美丽银杏的代价。哦，12:00才两分钟才爬完，我体力真的太差了，好累哦。
my way. Wow. It's always 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 but I won't let it get me down. Cause I'm still here and I know this year some good's gonna come around. 我们刚刚看到网络上面有人用那个银杏叶然后弄成一只蝴蝶，所以我们现在刚剪了几个看起来很坚固的银杏叶来试试看。哇，这边分成三份之后，中间弄一个窿穿过去，后面去我累。哇，成功了，成功了，这样子吧，慢着。哇，超认真在剪树叶。我已经很久没有讲这句话了，但是我喜欢国破许。谁的反应那么大？我们刚刚在路上看到很多人在骑脚踏车，然后我也很想坐，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绕好大一圈才找到那个租脚踏车的地方。它在公园的5号出口，各位，最小是一个钟起跳，然后之后每10分钟就再加钱，但我们应该不会用到一个小时。인페달카드인페달카드기다리셔야돼요얼마분에서30분이요我们刚刚一问之下，原来那个脚踏车要等大概半个小时。我们想说好，那算了，没关系，我们不排了，我们就吃个甜点好了。因为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无花果蛋糕，好像很好吃。然后我们就很兴奋的走进去了，结果那个对比脚踏车还要长。哦，很远。圣诞节气氛了。呢间咧就系佢哋 Seventeen 去过嗰间荞麦面啊，好难食噶。即我们现在在圣水的大街上，有没有觉得很多音乐？是因为这附近有好多好多的 pop up store， 我只能说韩国人的 pop up store 真的是那个 level 越来越高了。现在有一个蒙面人在那个 DJ， 然后我想说，圣水真的是人潮汹涌，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每次来松鼠，我感觉看到的店都不太一样，就这边真的太多太多的 pop up store， 然后太多的那种 hello。每一次来都感觉重新来的这条街的感觉。Oh my god！ 哇，终于找到机会来闻一下那个 The Labo 在首尔的限定香，好 floral！ 我终于 Tokyo 狗狗都过烧一了。I agree， 印章。这个味道真的很厉害，我必须说，能够调出这个味道的人，就是你可以闻得出来每个人身上的 Another 13都不一样，但是你都可以认得出来它是 Another 13，很厉害。She's the magnet。哦，一个干。Yeah。I need more。Hello， 我现在准备出门，今天要去学校做 group project。喂，加进来哟。안녕하세요막내야做什么呢막내야
이래 막내가 니하오 카이시 흔들어서 맨 처음에 회오리를 만들어줘야돼 그 다음에 손으로 막 이렇게 열어 이렇게 열고 딱딱 쳐줘야되는데 그걸 하지 않을게 등글이 따고 등글을 이만큼 부어줘 이 라인에 맞춰서 여기 그런 다음에 티슈 뽑아서 이렇게 잡아줬고 싹 잡아주면 돼요 그리고 나서 이거를 붙여주면 돼요 어디? 붙여주신 거야? 이렇게 해가지고 이거를 되게 쿨하게 던져줘야 돼 我现在在做一个 marketing 的功课，然后内容就是我们要分享一个我们最近发现的 marketing trend， 有没有什么公司的策略是觉得很有效、很有趣这样？那我自己是选了一个跟 influencer marketing 相关的 topic。对，昨天我跟韩国朋友第一次去喝酒，然后我终于学会了怎么打开那个酒瓶，要不然我再示范给你们看一次，这样子，这样就厉害吧？快点称赞我。今天首尔的温度还蛮高的，今天有18度。那我今天应该不需要里面这个内衬，可以像这样子把它拆下来，然后我单穿这个就好。线上来下雨。OK， 好。我刚来韩国的时候，我们见过一次之后，你就出国了，对啊、你就飞走了，对啊、你就飞走，不见了一个多月。真的呢。普洱茶예요네说走到学校外面怎么会这么多人然后才想到这两天是수능韩国大学的入学考高考哇这超多人我的天哪这时候考试的日子下雨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哎。当你跟你的 YouTuber 朋友出门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两个在路上做一模一样的事情然后自言自语赶紧我的舞台走吃过小章鱼吗？我这辈子没有吃过小章鱼，我今天决定要献出我的第一次。这其实就是很日常，但不用想要这么，也不用想要这么快。这个咖啡呢，其实通常会淡。같이머리부터발끝까지코같이가스연한커피를들고햇볕아래서널기다리다내마음이녹은것같아 Let's go out in the sun 느낌이왔어이리듬에맡겨발걸음에맞춰 Fly with the wind 이분위기를타꼭날아가지못한곳을데려가줘 Time after time
After time 사랑을 몰라 말들이 너무 많아 우리 걱정은 많아 나는 널 보며 지금 말해 이제 조금 느낄 수